Hello， 大家好，对于漫威大家了解吗？相信漫威可以说是年轻一代几乎都了解过的了。你如果在马路上随便问一个年轻人，哪怕不喜欢漫威，那一定也是略知一二了。可以说漫威宇宙影响了很多青少年的心，里面的英雄人物都在潜移默化的给青少年带来属于漫威宇宙的正能量。这一次咱们要讲的主角就是漫威宇宙中赫赫有名的金刚狼了。对于金刚狼可以说是大家也都听说过了，一提起金刚狼就不得不说一下他的武器了，没错，就是他的金刚狼爪。那么他的狼爪到底有多厉害呢？这个国外小哥来做实验了，他自制一个金刚狼爪，开始从家里寻找实验道具。小哥拿来了菠萝，拿来了可乐，手臂一挥，菠萝直接四分五裂，一桶一桶的可乐也全部被扎成了筛子，看着威力也是着实厉害。随后也是拿出一条咸鱼，用着金刚狼爪来刮鳞片，看着这番动作也是有些觉得杀鸡焉用牛刀了，有点大材小用。不过因为爪子非常锋利，所以鱼鳞去得非常干净。不过随后这条咸鱼也是难逃烹饪的命运了，随着油烟升起，这条鱼也是被下锅了，看样子好像味道还不错。那么对于金刚狼爪你还有什么想法呢？这就是今天的趣事了，喜欢的小伙伴欢迎在下方留言，咱们下次再见吧。